第一次考核，家人们。有这吗？那你之前干嘛？我之前不都是在你们直播间冲浪吗？就第一次从我自己直播间这里。哦，我兑换啊！哎呀，一下子还兑换多了。来吧，给大家发福袋啊，家人们。公屏挡着我的脸了，怎么会呢？没有，别把公屏挡了。我往上来一点呢，但是往上脸来一点是不是挡住那个了？耶、yeah, ，太大了。哎，有了，可以这样。好看啊。OK， 姐妹们，咱们左上角福袋可以参与一下。咱们左上角是一个全民福袋，不需要点关注，不需要看粉丝灯牌，直接可以参与的。那么我们稍等，稍安勿躁啊，我们等一等。还有没有老师来考核？不画。麦下老师们有就是想一展歌喉，然后呢想就是加入咱们烛光侠的，就可以申请上麦啊、哦，打一个考核俩字，咱就可以就是申请上麦，好吧？嗯。大头换个位置哦，我懂你意思了，你们说的是这样挡住的啊、哦？那我给放这边吧，这样就不挡了吧，姐妹们 ？OK， 我第一次用这个竖屏开直播，你这样，考核群，考核群，我在吆喝呢，这个老师好像这会儿不在，没事，我们等吧，慢慢等吧，家人们。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你可以在布方老师上面啊，菲菲。我怎么在他上面？你意思是这样吗？脚踩头上是吧？那好像有点不 respect 啊，还是这么的吧？没事，也 respect， 也 respect。没事，下次让你骑我头上。我不介意，我不介意。咱俩互为坐骑。感谢关注、啊。有点奇怪。从刚刚考核厅过来的姐姐们，觉得就是我跟我的好搭档这个布方老师还行的话，唠嗑各方面啊，包括这个歌喉的小小展示还可以的话，给我俩点上一个关注，给我多点俩，感谢关注啊，给我们布方老师也点点关注啊。我们布方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啊，非常厉害的一位，就是这个流行歌手，平时擅长的曲风有这个流行，有这个流行，以及这个流行，非常的全能，家人们。就反正就流行呗，你听你唠半天等于没唠，不中。我主要没咋跟你一块排过头，除了说唱全能，啊，那我除了说唱，我说唱的所有风格也全能，家人们，嗯，都是属于是在这个各个行业的属于是天花板级的人物，家人们，这样。我们在看直播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直播间点赞，谢谢大家了。咱们左上角附带参与一下，还有两分钟就要开奖了。我们直播间178个人，只有87个人参与了。那么希望各位姐妹们都可以参与一个我们的福袋活动啊，福袋的斗币不多，但是一份祝福，是一份心意送给姐姐们。我们稍安勿躁啊，现在是一个我们的考核现场，但是呢我们的考核的老师还没有来，各位姐妹们啊，妈辛苦，我们在这里稍作等待。这一等可能也或者是麦下有那个有想那个来考核的老师也可以申请上麦了啊，就是通过别的渠道。哎有活了是不是？有活了，那我们稍等啊，我们第一位就是什么风雨放大局，没听过老师唱歌啊，那给我们点个关注呗，家人们。说白了怎么说呢，就是牛管说的好啊，就是你要指我鼻子让我干事，我肯定是不愿意，但是呢你要给我点个关注吧，你说白了就正常我开各播的话，你在公屏打入一个雪飞，我想听你唱首歌，飞能不给你唱吗？飞肯定是倒立洗头给你唱，真的一边唱一边给你表演地板动作，家人们。布方老师这么会呢，布方老师，对啊，布方老师后空翻给你唱，别毛病。我也喜欢 breaking， 我也喜欢，但是呢，我不会，我也不会。没事，我们是歌手，我们不是 dancer， 不画。啊，我知道，吴王，我知道你意思，我只是抖个包袱，你不要有压力啊，开玩笑。雪飞会跳舞，对，我会跳社会摇，家人们。咱们的福袋还有最后45秒就要开奖了，姐姐们，我们没有参与福袋了，可以在直播间参与一下福袋啊。咱们抽到福袋了，可以给雪飞或者给布方老师加上那么一个粉丝团，或者点个关注啊，都可以。那么没有抽到福袋的姐姐们不要着急啊，等一下雪飞再给大家发一个。你会那个科目三？不会。说啥你信啥，我啥也不会，我是废物。咱群里那个好像是
刚才考过了。啊，我刚被刷了改建吗？哦吼，那咱哄骗他一下，说没事，你再给你一次机会呢。也不太好吧，你刚被刷喊过来再给他刷一回。好像那不是那个恶魔在人间家吗？你可以把大头缩小点放对面墙壁吗？可以，是咱们家高级粉丝那边的要求，我向来是不拒绝。来，对，我刚要说啥来着，嗯，没什么了，我们进行漫长的等待吧。你说会不会就是这一个小时一个来考都没有？你们之前经历过这种情况吗？有啊，真有，真有啊！如果实在是没有考了，那我们那就提前一点下播，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家人们，这可是我的第一次考核，不会没有人让我考吧？那这么的吧，那播放老师你好像也不太合适，要不咱喊点听力员老师过来考？怎么二考啊？不是二考啊，就是直接就是让他就是假装自己是那个啥新人，然后结果他考马上没考过，咱给他开除掉。那不行，我开小号的。有那种就是什么就是私底下有仇的呀，或者什么说给你流量过来曝光一下，咱一下给他爆破一下，把那个风展给叫来啊。这么大仇吗？属于要把那个阿谭给叫过来啊。好像知道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了。有人连线了，谁连线了呀？我看看啊，申请连线，这个叫九爷魔族的，我问一下，这个叫九爷完事后边带魔族的这个，你好，你是来考核的吗？你好，虽然我是神族的，但是我也可以给过。没有，我不连啊。人估计是点错了，家人们。就咱们麦夏老师啊，就是想着咱们这个一展歌喉的，就是想上来进入咱们烛光侠的，就哭哭给点个连线，然后就上来，好吧？那这两个考官特别好说话，好吧？是啊，不行的话我就展示多元化玩法了，家人们。怎么个多元化玩法？我把我的另一个直播软件打开。嗯。家人们，今天唱歌可能是跟大家唱不了了，但是可以给大家跳跳跳舞啊！真的，你要整科目三呢？汪老师，你有没有那个3D 立绘啊？3D 有没有？我是2D 的吧？啊，3D 电人你没有啊？嗯，那你注定是加入不了我们的霸总舞团了。哎，以后吧，以后吧。我你看一下我的霸总舞团啊，你稍等啊。Loft。添加窗口，OK， 给大家跳一段舞啊，家人们，哎，有点长了啊，给大家跳一段我们的团舞《那栋楼》，家人们。多了个谁？多了个失眠老师啊！不是你哪儿来的呀？你是临沂的吗？啊？你临沂的吗？什么临沂的？你之前哪个厅的？我之前我在企啊，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们。最左边是这个二硕老师，完事旁边是我，然后是寂寞老师，然后是傅约老师，前面这俩一个是失眠，一个是车情。不是。哎，为什么那个那栋楼怎么感觉它是所有听的那个听歌呀？我不知道啊，那不重要，主要是这是个起舞嘛，主要。好，对，我最开始我也是临沂的，你也是临沂的吗？我是临沂的呀。我也是临沂的。哦，那怎么感觉你的病历本不是很厚？我病历本还没挖掘出来。我一般不整点小8+1，我是发掘不出来的。我这个人比较羞涩。你是因为就是在临沂太过于正经了，所以跟临沂的哥们儿们格格不入吗？那倒也不是。那你认识我的好兄弟 KZ 吗？我认识。你告诉他，他该死。好，马上打字。那你认识那个
还认识谁啊？我在临沂，家人们，我在临沂还有朋友吗？有没有就是这个比较古早的这个跟着我的姐姐们？就问雪飞在临沂除了 KZ 还有什么朋友？请说出一个以上。复方不是病历本，他都拆家，什么说法？没什么说法，不要细抠这些细节啊。啊，对，冬梅老师也是我朋友，对。冬梅老师有意思啊，冬梅老师属于是后边给我取关了，然后呢回来了之后通门又给我关注上了，我是没把这事说出来，怕他尴尬。但是我说实话是挺尴尬的。没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主打一个雪飞，就是属于是格局非常的大，好吧。喜欢雪飞的点关注啊，主播主打一个格局大啊，怎么创都不生气。你是什么时候从那个临沂走的呀，主播老师？我忘了。走很早了吗？有人连线没有啊？有吗？没有啊。我七八月份吧，还是啥几月份忘了，然后差不多啊。你去了凌云啊？我去得起，我也差不多，我是那个7月14开得起，我是7月14去的。哦，那在凌云没有怎么遇到过你啊？因为我都排夜的。我也排夜的啊。我也排夜的。你当时不记得当时在凌云空降了一位，说是这个原上音乐人，我是7天涨粉将近2000的张雪飞先生吧？哦，久仰。当时一首歌涨了200-300粉，然后该排不上还是排不上。真的呀，家人们，就是我跟你说啊，我不是说我不喜欢林一哥，我挺喜欢林一哥的，我超级喜欢林一哥那种就是又有病又疯癫的那种氛围。但是为啥我走了呢？我说白了啊，我刚去林一哥，我就空降到了林一哥就是最辉煌的时候，一进来就是这个地狱难度，真的，我大半夜那个会儿太顶了。是啊，家人们，我大半夜2点我定闹钟起来爬 KZ 的档，家人们，我打到30:00。哇，不是那个点啊，那时候林一是真猛啊。是啊，我咬着牙我扣了一个20:00，我寻思我咬着牙上去哪怕我罚款嘛，家人们，瞬间就是反手夜档有一个叫谁的我也忘了，反手扣了一个30:00出去，一下打我脸上。那还是我当时还不是那个没有很打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就头铁，我哭尸一下扣一个那个40:00上去，罚三十八还是39。当时也是成宿的睡不着啊，所以也是成宿的睡不着啊，真的。我为啥就是比较记得住李冬梅先生呢？因为早上啊，当时属于是冬梅老师在这个临沂阁还有统治力的时候，早上8点啊，真的，我定闹钟我排冬梅的档，为啥呢？因为冬梅老师他比较器重我，当时我就留了个心眼子，我只要在冬梅老师档上，我就展示我的 freestyle， 唱我的原创歌曲，冬梅老师呢就会说。啊，咱家的小梅花们来给他任务过了，夸，然后我任务就过了，就这样，我连续排了一个星期之后，托米老师私聊我了，雪飞啊，以后就得靠自己啊，凡事咱们得靠自己。啊，我有点挂不住了，然后我就去夜档了，家人们。这段历史啊，属于是就是比较那个啥久远，家人们。但是真的很喜欢，就是林业那种又发疯啊，又就病了一本很厚的这种氛围跟风格，家人们。当时一个连线呢，那个冬梅老师给我们一个人，他给3个人军训啊，站那儿不动，一个人，3个人军训。是啊，哭军训，家人们。我当时我也让军训，我当时属于啥吧？刚到林一哥的时候，我没有现在这么显眼包，家人们。当时我给自己的这个人设是酷炫霸总。啊，属于是这个地下 rapper 啊，非常有态度啊，就直播间里边谁给我开句玩笑啥的，我都容易生气，容易急眼。咱们家薇姐可以作证啊，真的，我当时是这么一个人。我当时跟那个冬梅老师就找我连线嘛，他比较器重我，然后我还不好意思说别的，完事就玩那个连线游戏就输了。当时冬梅老师让我站那个窗户旁边喊5声，我拉裤兜子了。完事呢，我打开窗户我就喊。我喊完了之后吧，我当时我跟你说，我是属于是强颜欢笑，我播完了那个小时，下播了之后我就哭了，家人们。我说
我不是 rapper 吗？我的态度呢，家人们？我怎么现在这么废物呀？我怎么跟人连个线，咔打开窗户拉裤兜子了就？就是从那之后吧，家人们就放飞自我了，真的也没有什么包袱了，拉裤兜子就拉裤兜子吧。啊，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然后再到后来去企啊，认识这么兄弟们啊，再到就是又见到这个李英格的老师啊，就是非常之感慨，家人们。你这小电人没有一点违和感，什么意思？我说白了，家人们，我最开始啊，我来到这个，我来到这个星天外的时候，我是这么一个形象，家人们，啊，给大家看一下，我给自己的这个定位是这个酷拽霸总，家人们。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变成奶瓶了，就这样吧，也挺好。还是没有人来考核吗？布防老师，不是这大三百个人就没有一个那啥的呀，没有一个想上来一展歌喉的。是啊，有没有老师想上来挑战一下自己的？对，哎，有人连线了，我看看啊，啊、哦，又取消了。你这波属于是啥吧？属于叫那一刻心动，家人们。不行这么着，不行这么着，雪飞老师。嗯。咱俩一人整一首，咱俩放点水，唱难听点，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门槛非常低。那还要放点水吗？你要直接让我展示流行，那厅里边马上就得掉一半人。不至于啊、哦，今天听了好听的。哎，就是属于是啥呢？布风老师，我是就是来了星天外之后啊，就是从七月份开始学的流行，学到现在，这个照老师们肯定是不能比，这点数我心里还是有的。但是要说唱的话，家人们，真的，我说白了啊，那我这真的就是兼职，不能说兼职啊，我这傲视星天外啊，真的，就说唱这一块，家人们绝对是天花板，后话，权威，必须权威啊。哎，那啥呢？今天就不唱歌了，今天不然的话，给大家表演一个小才艺吧。波王老师，你可以准备一首歌啊，你可以先准备一下。Slim Danny on the track, boy. Yo, 来到我的直播间里，你知道 freestyle 考核，今天我带上我的 homie， 我跟布方一起剑指所有的老师，对你们来说这可能是一场意义非凡的考试，但是没关系，我还在 freestyle， 因为我唱说唱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给我 respect， 我拿了很多的荣誉，我都是冠军，但是你知道到了现在我不想跟他们谈心，所以 freestyle 带上我的朋友 MC 布方，当你见到我的时候老师请你不慌，所以每一天晚上我们都会带着蛮牛，我给他打篮球，但我不给他传球，我会让我的牛拐在操场上坐牢，你知道 freestyle 没有任何人能够给我套牢，所以说我现在要谢谢燕宝，看到很多星辰，现在我终于见到我的 freestyle 实力到现在还在继续，你知道我心里面或许还有很多的秘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在这里面不停的关护，喜欢雪飞可以给雪飞点个关注，还有我们的布方现在还在这里，所以 freestyle 我对我的兄弟不会客气，希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家庭，来自雪宝，来自河南，这是我的 city， 要感谢这里入团，你知道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都直接不团，所以 freestyle 确实到现在不是讨个老婆，我们只是跟布方老师在这里开始考核啊，唱到这吧，家人们，来给布方老师展示一段来。不是这个嘴皮子我羡慕一辈子呀，咱这怎么说呢，老铁，术有专攻。来吧，来就完了，来，我不知道唱啥呀，这都考流行的，我万一整太那啥了，别人不考怎么办？那你唱十拍一六吧。啥玩意儿一六？十拍一六啊。十拍啊，就是。那一六它是人唱的嘛？啊，你找火吧，你唱一首去吧啊，你唱一首拿手的就行。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直播间唱歌啊，他不论你唱的再好听啊，是谁都得吊人啊。这个的话，那个啥呀，就是有喜欢的自然会留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咱们这是一个考核现场。确实好吧，主要不是今天这没有人考核吗？有人考核，我说白了，那人早都掉没了。那我整个那啥，整个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来吧，
吃草的一首歌，叫做吃了歌，好吧，来吧。哦哦，加这些个伴奏，大点上麦哦，家人们。这么小段啊，唱的太好听了，家人们！播放老师唱这么好的情况下，我给播放老师跳一段舞来，不能不给通过吧？这样啊，考官老师，这不能不给通过吧？你自己不就是考官吗？你是考官，我是来考核的，嗯，那必须给你通过，还送你一段舞来，让寂寞老师给你跳。那能不能 KZ 老师跳呢 ？KZ， 把你的电人给我来，把你电人给我来，加入我的这个，加入我舞团快，加入我的霸总舞团快。你快上来 KZ， 快一块唠会儿，快先整考核呢，结果就是自己考核上了啊、嗯、喜欢我们这个布方老师，跟我们布方老师点关注，唱这么好，家人们，哎，欢迎繁星姐姐，我没设备，我上啥 Acapella 啊？你身为一个 rapper， 设备，你身为一个 rapper， 你不会 Acapella 吗？你准备一段，你要没有这个 Acapella， 你怎么去参加中国新说唱啊？你看，你现在，我就把伴都关掉，我就想唱的话，哎呦，我色 DJ 抓的些 ，All right， 我随时我都能来得了呗，来。咱们权威的旋律说唱 KZ 老师，来吧 KZ， 你要上来，我想要给你配对。如果你不上来，你就是一个妹妹。所以说 KZ， 我觉得你呀最会。但是今天遇到我算你点背，你要过来给我考核，我告诉你不是免费，你需要威武时你才能过，尽管这不是你的错，但是遇到雪费那就是你的祸。你
你看我都这个盛情要求你了，你不来就不来吧，家人们。啊，跟大家解释一下，都是节目效果啊。我跟这个老 KZ 这个关系比较好，家人们，所以那个讲话什么的就比较没有边界感，胡话。不行，就刚才那个人，刚那个老师，要不再试一回？啊？主要不知道是哪个老师。你说连续 pass 到两次是不是？不是，就我觉得如果是上个小时吧，你就是上个小时你看到前面那几个，他就是属于都是有这个明显瑕疵的，你再把别人拉过来还是再编一遍试，我觉得有点过于惨。说不着他后面那个呢、啊，最后那个不是考过了吗？后面还有一个，其实有几个改一点小问题，我觉得可以过。哦，那你劝劝他，拉过来。哎呀，家人们，好喜欢这种反复鞭尸的感觉。不过这也算是啊，终于就是今天啊，家人们，终于这个窝子反正是打胜了，能不能空军，咱们就看一看吧。哒哒哒哒哒哒。到时候考不过，咱们舞团还送他一首舞啊，家人们。嗯。一般他、啊、还跟他跳舞。他没人考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会，就是可能他不会去考。但是有人考了之后，他哭哭有人来啊。是啊，来吧，没事，咱们直播间就是跟那个公考厅属于是压力可能会小很多，真的。咱们直播间主打一个玩起来就行。你这样，半个小时时间已经过去，没事，咱正常直播不也得播吗，家人们？你就当直播了，跟姐们唠了嗑啥的，不也挺好吗？对吧？姐们愿意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陪雪飞啊，陪我跟这个布方，属于是陪了半个小时了，还没有看到考核，就足以见得姐姐们这个属于都是人美心善的好姐姐们。我就陪你们，我就说白了，这个小时就直接不考，我跟布方老师就当陪大家唠了嗑了啊，问题不大。没事，就等。你这样。OK， 那么胖大军老师啊，等他过来再试一次吧，已经叫他了。那么稍安勿躁，等一下就一个老师来了。那干主播呢，心态要不好，那说白了，那就是开窗户喊我拉裤兜的时候都已经自闭了，都不干了。你说白了，这个干主播干这个半年以上啊，就还在坚持干，而且越干越好的，你说他心态能不好吗？胖老师说他在排了，已经连线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在公开厅开啊？啊？胖菊老师在吗？啊，你是不是？哦，你看一下你那里有没有连线呢？没有，你是不是跑到公考厅？公考厅，听了，在我直播间考。你搜 x 点张雪飞，你点。姐姐们发一个福袋啊！感谢咱们姐姐们半个小时的等待啊，虽然没有老师过来考，等等，我们再发个福袋来。咱们左上角啊，给大家发了一个全民福袋，正在审核中，马上就出来了。我们直播间的姐姐们还在等待的姐姐啊，辛苦了，辛苦大家的等待了。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参与一下福袋，我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听你俩唠嗑也挺有意思的，虽然我跑出去了一会儿。那有意思为什么要跑呢？不许跑，我一会儿我要锁房呢，给你们都关里边，胡话。谢薇姐送出的红包，你给。哇，欢迎月亮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给。
咱们主播属于是每天中午十二点都会开播，姐妹们，咱们那个每天中午十二点跟晚上这个八点半都可以来雪薇周间跟雪薇聊聊天。平时不是以这个大头儿子形象示人啊，大头儿子只是因为这个3D 的电人他那个背景加载不了啊，也可以去播放老师直播间玩一玩。播放老师平时都几点开播？属于我随时播啊，主打一个我不定时，不定时，那就更了，那就更得点个关注了，不点关注逮不住，逮住了之后就去这个直播间里边疯狂要啊，疯狂要花、等等啊，疯狂那个要福袋。哒哒哒哒，中午也开播？对啊姐，我不半夜开了吗？半夜开没有什么意义啊，半夜开回回开30个人40个人。就多的时候就是50多个人，就是大家新鲜季过去那几天就没人看了，半夜看就是来了啊，来哦哦，这是应该是群里面那个，你申请吧，这个叫公寓吃不饱的。哎，刚也没瞅着啊，这个是啊，刚也没瞅着啊，对啊，没考过吧，我感觉没考过，啥时候再觉没考过，刚刚考过。你是上一个小时考的吗？我去公考的，挺考的。你是不是换了一个号？我没换号，我就这一个号。上一个点我们也在公考去了。不是，好离谱啊！那个考核老师说，因为我唱的前四季嘛，我是要唱出反差感的。他觉得我处理的有问题，他觉得前面唱太低了，我也没办法。哦，咱这个就不评价其他的老师那个啥，我们就是一板一眼，我们实事求是，好吧？那我们展示一把来。好，那我自带是吗？自带吧。行，那我随便唱半段《五家坡》好吧。OK。嗯。你就宽恕了我吧。往事抱船，可怜你守在寒窑，可怜你孤孤单单，孤灯默雪难平归，整整18年呢。莫提起往事抱船，莫不该心起意斗，莫不该口吐轻言，落得个忘恩负义，宛如西了天呢。待莫将这一世八载从头数一番，平安终于回家看，只为夫妻俩团圆。
你要先那个做一下评价吗？然后正好给那个龚宇老师也可以啊，准稍作准备。行，还有一个是吧？哦，不是，我就是那个群里面的。哦 ，OK OK OK。这首歌啊，就是你是不是降了好几个 key 啊？降原调，原调吗？我听的像降 key。这首歌是萧敬腾跟张琪那个版本的原调，我没有降。哦，但是我听得很远，就是你效果的问题吧，就是我听得很远，就是给别人那种听感话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觉得有点远之外，远之后呢，他给人听感就是觉得，哎呀，他不够那么的有质感。但是呢，唱的是 OK 的，唱的是 OK 的，前边的那个，前边的那段都很 OK， 但是你的戏腔出来了之后，它不是很好，因为你戏腔发声点有点大。嗯，能理解我意思吗？好，你可以再小一点，再集中一点，你就 OK 了。好，哦，有没有其他的歌？流行歌呢？有的。还有你那个麦克风的话，有没有防喷网啊？麦克风没加防喷网，刚刚被老师说过，说我调音师该下岗了，说能把103调成这奏型。你那个得加防喷网，你现在有很多爆破音。好。确实啊，你这个高频听起来有点太大了，就是没想到是103。那是调的问题。嗯，那我唱一首《十年》可以吗？换首歌吧，《十年》太简单了。嗯，好的，那换一首什么呢？民谣的《隔壁老樊》。民谣最好也不要唱，因为你其实你跳头很大的，你如果唱武家坡的话，唱戏腔这一类的，说明你的音色就很适合高音。我听的话也是高音也是可以的。我音域其实不是很宽。嗯，但是你如果唱民谣的话，感觉你的声音的话，可能那个故事感就不是很强。但是还是得看你自己，就是这个建议给到你，好吧？播放老师真的很严格啊。好的，好的。那您看要听一首什么呢？还是我自己选？你自己选，自己选，就是这个建议给到你。嗯，因为听你音色的话，我给你这些建议，就是希望你能发挥的更好一点。嗯，唱一首民谣吧，因为我的怎么说呢，唱民谣还是比较多。OK OK。大哥。等啊，我找个伴奏。OK， 加满。老师，您稍等，很快。好嘞，好嘞，嗯，怎么还拉黑了？他刷啥的呀？我没看到，是吞弹幕了吗？啊？啊，没事没事，你慢慢准备。你不会一上来就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你不是这不是东北民族摇滚的吗？这不是？那说白了，那说白了，那节目效果直接拉满。我说白了，我喜欢民谣啊，摇滚是吧？啊，这么摇的。哦，二手玫瑰啊。好了。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你听过最美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我们在一起说过，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平平淡淡，安安静静地老去。
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你听过最美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我们在一起说过，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要唱完吗？还有一小段，很快。OK OK， 好了好了好了。雪飞老师，哎，讲一点不？哎，可以了，可以了，老师。嗯，好的。就是你啊、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龚宇老师，我属于是一个啥？我属于是一个考说唱的，但是我不评价你的流行啊，就单评价这个效果这一块的啊，属实是，你这个调音师给你调这个效果，属于是唱第一首五加波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直白的一个，就是有些刺耳。然后第二个呢，像这个就是说它的高频跟低频的压缩同时往上拧。然后呢，你唱这个民谣的时候吧，它可能会把你的这个故事感给你加强一些，但是吧，听起来还是很刺耳，建议好好再调一调。那其他方面专业的知识可以播放老师来说。好好的 ，OK OK。其实这个第二首民谣，我觉得比五加坡唱的好，但是呢，主歌一出来就很有感觉，你凹的那个民谣的音色也凹得很好，就很有那个民谣那个味儿。你自己也是刻意在做这个东西，你也知道。但是呢，副歌地方，就一下子差那么一点就到了，你知道吧，缺点力量感，太缺了。嗯，现在就有点虚，就有点感觉漏气的那种感觉，让别人听得不爽，就这个东西。因为你本来你这个设备调的就它不是很贴耳，它不是调的那个别人听的就是那种很有那种感觉，很就感觉直接在耳朵里面唱的，它是隔了那种很远一段距离，他听着有点像那种你在房间里边唱，然后我是在房间外面听着的那样，你懂我意思吗？懂的，没事，我回去再重新调一下。对对对，这个一部分是效果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高音的那个技巧问题，高音的技巧问题，再多点闭合，少点漏气，好不好？好的 ，OK。你现在漏气的太多了，就显得很虚。好，不然的话就肯定给过了，你这个。就副歌差了那么一丢丢，一丢丢丢丢丢丢丢的。老师，设备调一下吧。可以的，我听着觉得非常棒。你给。对对对，谢谢老师认可。好，没事，那个没事，走之前送你一段舞，家人们。虽然没有通过，但是希望我们龚宇老师下一次啊，能够这个成功的考核通过。这边送你一段《那楼舞》，好话。真的很好，真的很好，这个声音特别好。感谢。谢谢老师 ，OK， 那么再见，辛苦，下次再见。没事，好的，那你帮我抱下去，感谢。你掉，好的。还有没有老师就是想要上来一展歌喉，想要考进咱们烛光侠的？就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应该够呛有了，也不知道那阵儿是怎么回事。那阵儿就在起的时候啊，感觉好像每一天都有考不完的人，最近一阵儿少了好多。前段时间。年前的时候可能确实还在过年吧，年前的时候我和那个方老师开播的话，也是唱着唱着考着考着越来越多人来考、哦、有时候一整天整不完。对 Gale 还有人考吗？没有人考的话我们就要四亚播了，四亚播了，玩这么还可以、哦、还有没有人考呀？阿爸OK 啊，那么看这个情况下，如果没有人考的话，今天就要下播了。感谢我们啊，公考听的姐也好，然后我们播放家的宝子也好，我们学宝们也好，这个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那么我们
下一次再考核，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只是临时客串一下。那么喜欢我们这个新天外烛光霞听的，可以给我们大头点点关注，然后喜欢我喜欢播放老师的，我们都点点关注，点点关注不迷路，家人们。那么这一时间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胡话都点点关注啊。然后呢，谢谢各位小仙女们的支持与关注啊，对咱们考核的这关注啊。OK，那么我们把拜拜打在公屏上吧，姐妹们，感谢我们所有姐妹们的陪伴。Yeah. 不行，我要打灰灰。灰灰也行。再见了，再见了，拜拜。下播了，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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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嗯，拜拜。